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博物馆日又来了，20多间博物馆免费开放。在尖东香港科学馆广场还有个大型博物馆博览会，有摊位游戏、亲子坊节目和丰富精美礼品派发。记得今个星期六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，香港科学馆广场见啦。